电光公司的总经理来了，他也高兴，我也很高兴。这个已经20多年没有见到了，我说我要借回来拍一下，因为原来是我自己拍的，那个不算数目啊，所以我在印在画册里边的那个，那是我拍的啊，所以不行。那个时候我又不认识潘家祥。 因为认识潘家祥已经是90年的事情，啊，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张画？啊，这张画在风景写生里面难度很大的一个，啊，这个水是活动的，看到吗？这里有一个船，船上呢就是渡船。 在哪里呢？在湘西，很西很西，在湘西的这个湖南、贵州、四川交界的地方。我是算湘西人，但是我没有真正去过湘西。第一次去就是1988年，我带了香港4个学生去，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原途从这个常德往西走。 沿途上去，我先到我的家乡湖南常德，这个车啊，我们就一直沿着沅江，常德在沅江的下游，洞庭湖有4条水，你们以前也学地理吗？告诉我哪4条水？湘江、湘江、沅江。哎，哇，好厉害！不错，上一个是。 20年代的时候，相当的繁华。当年的这些人回忆到当年的繁华，还很自豪的说：“那是叫做小南京。”20年代的时候，啊，这个湘西还出了一些大人物，但是文化界出2个人，大家比较知道的。 一个沈从文，啊，作家很有名的，中国这个30年代、40年代很有名。他写过一个很著名的小说，叫做《边城》。《边城》里边呢，就是主要的人物有一个爷爷，啊，然后呢有一个女儿。 这个女儿叫翠翠，所以就是写这个爷爷跟这个翠翠相依为命，在这个啊江上面去摆渡为生。这个江是什么江呢？这一条水不是沅江，是沅江上游的一个很主要的这个支流，叫做酉水。这。 这个船呢、啊，划了一个年轻人，有一些沉船的人，然后有一个老大爷。这个老大爷呢，刚好就是渡船的人，刚好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啊，哎，这个码头很有特点，到对岸这边就是贵州的土地，啊，我坐船过来，回头一看。 这个码头啊，了不起啊！这边一个小座山，这里这个街上，然后啊下来就是码头啊，都是用那个花岗石啊、石板啊铺垫成的，很有特色。然后呢，这些房子呢，都是湖南湘西的房子啊，就是木头瓦这种结构。 非常典型的，这个船怎么画？这个老头，我有另外画了他一个像，放在我的画册里边，大家可以去留意。这个老头在划船呢、啊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这是一个渡口。如果我们不画这个船，啊，这个渡口的特点不出来。
最有趣的呢，就是这里有个老头，啊，这里摆渡摆了摆渡了几十年，这个老头呢姓蒋，啊，大家都叫他蒋伯。这个老头当年呢多少岁呢？当年我画他的时候，79岁，啊，而且呢很有意思，当地的人。 都知道这个边城，然后知道里边有一个爷爷，这个老先生呢姓蒋，就是他，啊，我那个要用放大镜，我有记录，78是70，这个老，蒋伯，啊，蒋伯，啊，这个是对着他画的，这张呢也是坐在那里画的。 那是我是怎么来画呢？我这个船呢、啊，我在这边画。这个船每一次走到这里啊，我就来画它。哎，它过来了，它已经走到这边，不管了，我又画其他的。写生的啊，没有 iPad 啊，没有照相机啊。哎，为什么要画这个船？如果没有这个船，啊，这张画就太近了。 啊，没有这些电子器材来帮助你，啊，这样的话你就有个好处，你就要靠记忆，要判断，要有取舍，啊，这些都是真的，但是这里边的人呢，每一趟做的可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我就要突出这个年轻人红背心在前面。 他的确是红背心，不是我杜撰的，就有一个那个颜色比较明亮的颜色啊。但是这个观察是最重要的，这个人的动态，这个船的透视，他要伸进去，也要注意观察。这个两个桨的有透视，一个在前面，一个在后面，而且这个木桨。 经常在水里划，那个木头已经泡得带红色的，啊，别看这个小细节，这都是这个我们说这个生活里边鲜活的、真实的、感人的地方，是吧？其次，这个水啊，正在那个夏秋之际，山洪爆发以后流下来的水，所以呢，非常的混沌。 这个混浊里边，这些倒影呢就变得模糊了，看不了。啊，这些倒影你不能不画，你不画它就不像水。除了这个亮度，这个倒影是倒影在上面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些都是我们仔细观察得来的，所以让这个水缓缓的流过去。啊，这个。 这张画，这个黑网，很旧的木头的房子，啊，还有这个码头，挺沉的，薄薄的，还有人在这里洗衣，仔细看哦，还有这个小船，船上有那个网的捞虾的、捞小鱼的这种渔网，啊，有竹竿的，啊，停在这里，等等。 天上不是蓝天白云，阴天。啊，这里曾经好像有历史，好像发生过故事。啊，因为刚好，啊，我们知道沈从文，啊，我也读过这个编程，我就把我带到情境之中。所以，我们一张风景画写生，它是可以，啊。 让它的含量，让它的内涵很丰富，甚至很诗意，啊，甚至略带文学性。所以这张画我自己是满意的。这张画在24年前展览，88年展览就卖了，卖给一个收藏家。这个收藏家呢？ 可能企业界的朋友或许知道，这个档跟这个差太远，啊，但是可见我对这张画。
念念不忘啊，二十多年我没有见着他了。所以当我到了这个陈总家里边，看到他他挂在那里，正中间他的那个沙发的最大沙发后边正中间一动没有动啊，这样挂了二十年。这个总经理呢特别喜欢啊，然后呢买了这张画，但是我忙啊，一直没有跟他们联络啊，是好多年了。最近呢我想那张画我知道拍不准啊，但是我要请潘家祥拍，我要把这个画找回来。翻了个翻了个就找到那个电话啊，欣喜若狂，但是打过去改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加了一个二字，通了，通了，对方，哎呀，老先生好高兴，红光满面的，然后哎呀，那就是一直等着我去，啊，上个星期我就去拜访他，哎，老先生，啊，然后呢，两夫妻都非常可爱的，啊，他们记得，然后我进去看他们那个客厅了。这张画就放在正中间啊，这个表面已经干涩啊，这是我借回来再加的。那动员里的艺术的修养，动员里的所累积的经验知识美感，你画出来这张画就会不在大小，画的好坏不在大小啊，在它本身的这个，我们说凝聚了多少艺术语言所带来的感染力。我这张画特别带来，因为今天重拍啊，我自己上了一点油啊，都没有变过，然后请啊家祥兄重拍，然后要送回去，大家以后很少能够看到他的真面目，对不对？所以特别用这个时间给大家看一看啊，看看画不在大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这是当年这个陈总经理啊，他把他买的这张画做了当年的圣诞卡，这个上面没有年份，是不是有没有年份？没有，新年的贺年卡啊，陈宏文电光啊，电光牌关系企业，他是总经理啊，非常有趣。你看，呵呵，那个时候他就印了啊，我还哎，我清东西，我清清清，还清到。那年呢，他还专门开车来接我，请我和我太太啊，还有小孩一起到元山那边去吃那个蒙古烤肉。
这个陈总经理。陈总你好。潘先生。哦，潘先生。你好，你好。陈总，这个啊，就是这三张画的这个数码档，啊，这样一目了然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可以，现在有数位的吗？啊，也有啊，这个影像都在这里边了，这是给你的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记得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我还保留着，陈红，恭祝圣诞，病祸新年，谢谢。这是哪一年的？第二年。哦，你还有八九年留下来呀？对呀，对呀。啊，这是八九年的。难得难得难得，是不是？最后一个贺年卡，用贺年卡，这个。好，这是陈先生印的，啊，你看这个，啊，你整个，还有英文，你怎么用这张？啊，我用这张做贺年卡。对，那这个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你要吗？你还有没有了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没有了？没有了。啊，你要吗？你留下来。我留下来。因为你有话啊，对不对？坐一下吧。我要给您看那个画，哎，我这个画把它打开，你看，我上来一层油，哎，很好很好，啊，上来一层油了，哦，啊，这个，那个清理过，但是没有动画了，这个画还是原来的样子，啊，对，啊，哎，这个整理的比以前好好看，哎，对对对，等一下你看那个人像啊，更明显，啊。是不是？你看，这样好看了啊！好看，对对对，这样漂亮，好看，好看，是不是？所以我都想问你卖不卖？不会卖品，那是不会卖品。不卖。啊，好，很好，很好，我这个再。上了一层保护油了。偶像偶像啊！这为你画这个，我认为我最好的。画是不是？鼻子吧。鼻子红红的，啊，然后那个神态了。哎，这毛像你这飞鱼哦。啊。这里啊，沾到一点灰尘，可以用一点清水。哎，用那个软的毛巾呢，擦一下。那我们就是，别的就是跟上。这个有上油的，这个啊，有上油，我知道上油。这个高一点。在你这一笔啊，那个颜色蓝色多了，哎，我这里改了一下，啊，哦，总之比原来更好，更好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明天那个节目我很高兴。哎呦，难得难得。很好，久别重逢。啊，你来，别回你。